他不还有那身份吗？今天有这个线索需要公开，那公开与否取决于雪皮皮队的任务有没有完成。今天我们的三位雪皮皮全部都完成了各自的隐藏任务，所以我们关于雪皮皮的线索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公开的。什么？哎呦，我林一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没看见啊？三位雪皮皮都完成任务，他坐这儿，林一在这刚开始一听自己完成了阵，我手冷，我在搓手，就那个感觉说不出来。你们今天从一早上开始都在说我，但我今天我什么都没干吧？你们有发现彼此有可疑的动作吗？因为这个任务其实都是一些动作性的。Justin 是那个袋鼠。是什么袋鼠？袋鼠羊，你看啊。对对对。林一他的隐藏任务就是跟女嘉宾一起拍照片。我什么时候拍照片了？在山坡上。准备好吗？我身为一个皮皮哦，我真听不过去了。我们四个一起滑下来的，你跟我在拍照片，人家不两个人一起拍谁拍？啊，也是啊。你再编，反正我还是站你，站我。我们先去拿线索吧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两个线索嘛，一个是我们在一跃上篮当中的林一获得了第一名，可以拿一条隐藏线索皮王。你演的是我吗？对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是我们的雪球大战，我们的 baby 姐虞书欣，然后那个龙哥和黄明昊的四人组可以共享一条隐藏线索。关于乖乖的吗？关于谁的不一定。我去吧。刷。这个是什么？线索吗？对，抽一张。来，基本玩完了，我已经。我本来想就是，我能可能会比较失败，就可能会暴露，但没想到暴露的这么彻底。今天一天完全，好像都已经知道是我了。那我是要继续坚持，还是直接摊牌？我就当时我就想，就是我一定要先把自己保护住。其中一名雪皮皮的线索是橄榄枝，但这橄榄枝很像奥运会的那种感觉。你视频吗？视频。龙哥，哎呀。我抽到那个签儿，嗯，上面写你的队友，辽宁人。怎么算赢？乖乖的队伍里没有皮皮。啊！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看到那个线索，我没有想到它是什么东西。他是哪一队的？皮皮的还是乖乖的？皮皮。他是什么？橄榄枝。橄榄枝什么意思？橄榄枝是桂冠。就是，我能想到就是奥运会。跟我没关系。最早的奖牌是那个冠啊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奥运编的那个冠啊。哪一届奥运会？哪一年？04年吗？04年。嗯，雅典。04年，我刚刚进入国家青年队，我有能力去打。他不可能是那么明显，我觉得。肯定季科老师趁我们不注意，在我们背后说了很多话。但季科老师今天很真诚的跟我说，他是乖乖，他不是哭了皮，都流着眼泪跟我说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被冻哭了，这俩泪洒北大湖，能把北大湖填满了。别猜了，橄榄枝是说我的，橄榄枝的白哥嘛，白哥就是我在爱情神话里扮演的角色的名字。来来，大家去看一下我的橄榄枝，反正我都铁皮了，没关系啊，什么都是在说我。
没有关系啊。这个是皮皮的，皮皮的，皮皮的，皮皮的。我不信，橄榄枝，不信，我真没骗人，我走，就是橄榄枝，雪皮皮。但是你说这个橄榄枝，我们勉强可以相信是真的橄榄枝。啊、但是我们说你是皮皮，你都没有这么强烈，说我不是皮皮，我。纯皮，真的纯的皮，不是哈皮吧 ？Happy, Happy, Happy New Year！ 我公布了也不行。身份雪皮皮，怎么办？五十，冲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为什么每次受伤的都是你？哇，没卡着，回来了呀！成功的姿在了外面。林一有100%确定是铁皮，你就是个皮，你是皮吧？他第一天就对我产生怀疑，后来我已经不敢跟他对视了，已经。我是感觉燕林哥是，我觉得是对铁皮，我能想到就是奥运会。别猜了，橄榄枝是说我的。我要回家。